第二个问题，弟子只要念师尊心咒及真佛经的祈求，师尊就会在梦里出现加持。请问这些是表示与师尊有相应，还是只是有缘感应而已？因为每次在梦里见到师尊，就已开心到了忘了念上师心咒三遍，所以也不知是否是师尊法身来加持，请师尊指点，谢谢。师尊已经在梦中出现加持你，而且你只要念师尊心咒及真佛经，它就出现，这是相应的现象，已经相应的现象。所以这个是很好的，如果不是相应的现象，而是其他的化为师尊来显现的话，你现在差不多已经没命了。如果是魔来显现了，你现在也差不多都没命了。因为你能够平时念师尊的心咒及真佛经，你念这个真佛经几百遍，而且念这个师尊的心咒，这个就是相应的现象，这是很好的。这个是第二。